十万，你别以为领我出去旅游就能少，没有，八万八也没有，一万六再不能少了，分币没有，哎呦，哎呦，妈，你看这人咋这么嘚儿呢？你觉得我妈要的是彩礼吗？那这是干啥呢？就是要一个态度。啊，态度有，来姨，喊让我带的太极饮料型八宝粥，彩礼不到位。喝啥都白费，这个是太极饮料型八宝粥啊，有料更解渴，真材实料，明天家的粗粮八宝粥啊，嘎嘎解渴啊。这嗓子确实有点干，嗓子。哎，我说你一样，别以为周到，我就能退让。确实不错，对不对吧？你给五万得了，这个事儿就过不去了呗。我精打细算一辈子了，不比你会理财啊？你拉倒吧。你理财最佳方式啊，就你忘了自己还有这笔钱。你娶谁不都得给彩礼？那能一样吗？那有啥不一样的？咱们这是富户，富户好吗？你多少意思意思吗？半年富了七次，我真意思不动啊！哎呦我的妈！